希莱克技术溶剂脱气。溶剂脱气技术用于将希莱克瓶上溶剂上方的空气置换为惰性气体。启动真空泵，并打开惰性气体旋钮。将希莱克瓶与希莱克管连接。戴上内低温手套，并将载有液氮的保温容器放于希莱克瓶之下。用液氮将希莱克瓶冷却，补充流失的液氮。冷却直至溶剂完全固体化。扭动希莱克管活塞至真空排管，打开希莱克瓶的活塞，关上活塞并取出希莱克瓶，将惰性气体加入希莱克瓶。扭动希莱克管活塞至真空排管，重复抽离空气，并以惰性气体进行填充两次。关上活塞并移除保温容器。将惰性气体加入希莱克瓶，
把希罗克瓶放入水浴并慢慢摇晃，瓶中的溶剂慢慢溶解。关上惰性气体供应。